经过那一段奇异的经历，我明白因果报应确实存在，杀业太重必遭恶报呀，所以我现在不再杀生害命了，坚持护生放生的善举。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讲的第三卷，是讲药草玉瓶第五。药草玉瓶就是为中根说法，以比喻说法的第三段。第一是正比说，第二是中根灵觉，就是性觉品，第三是如来速成，那么就是现在的药草一品。以药草来做比方，说明中根人以大迦舍等为代表，那么他们所灵觉的在性觉品里面所说的道理呀，是合乎他们所理解的这个之见是对的，但是有他领悟不到的地方，所谓灵所不及。那么因此如来再借用这个药草啊，来说明他灵所不及的地方。那么这个如来速成有略速成、广速成，现在讲的是广速成当中的长文。第一，证明全实不可思议，这里有三段。那么第一法说说过了，现在是第二利比，那么第三是法合在后边。第二利比就是以比方山川源语等啊的比方，那说明中国人的灵觉是正确，而由他灵所不及的地方以源于草木来加以显示。利比两段，第一名无差而差，比即实而全。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愿能生所生，名无差而差。经文就在第136页，也就是药草玉瓶的开头啊。那么翻过来，那么经文在第三段，前面是讲过这个能生所生无差而差，差差别，无差没有差别，差有差别啊。那么这里以这个山川草木等啊，月雨地，地是能生，雨是能润，能生与能润是没有差别的。大地生长一切诸法，大地没有差别，是一地所生。那么所有的雨露滋润一切雨没有差别，是一语所润。而大地所生长的万物就有差别了，兽有大小，
药草也有大小，而用途也有千差万别，所以所生有差别。能润虽然没有差别，但是所滋润的三草二木各个有差别，大受蒙润多，小受蒙润少，各个有它的差别性。所以在院能润所润呢、来说明它的无差别与有差别。这是显示这个计时而全的道理。就在一时法中啊，具足一切全法，一时相，一圣实相，这是没有差别。全巧方便的一切万象，全法，五圣七方便，这个有差别。所以即时而全，即在时的无差别当中有全法的差别。所以叫做名无差而差，比即时而全。比方这个就在一时法中显示出种种的全巧方便的差别相。那么能善所分的文字是比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废木丛林，几株药草，种类若干，名色各异，这就是说明能生所生无差别而有差别的道理。比就是比方啦，如好像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有三千溪谷土地，所生长的灰木丛林药草，那么种类就千差万别，各个有它的名色。三千大千世界比众生世间，众生世间我们这个众生世间都充满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所以以三千大千世界来比这个众生世间。山川溪谷土地比众生的五蕴身心，山比色蕴色法显而可见，川比受蕴，溪比想，谷比行，土地比湿，湿就是众生的心法一切法从心所生，唯心所变，唯识所现。那么因此以地来比这个众生的事就是八事那么受想行比这个川溪谷显现出来的色法就是三。那么由这个大地所生的草木丛林会是草的种名，木是兽的种名，虫是草很多，林是兽很多，那么遍及所有的药草，那么就是这个地面上长起来的那个小草啊，有小的，有中的，有大的三类，那么这些药草兽木啊，这个种类若干，就是不晓得它有多少的树木了，若干来显示说这个世界上大地所生的一切草木啊，那个种类是千差万别的，名相也各个不同的所以名色各异，每一种草有草的名目有它的颜色，每一种兽也有兽的名目，也有它的颜色，这是都是不同的情况，没有办法一一显示的。大地是能生无差，比一时那么众生的身心乃至越众生的根性，说五圣七方便，这都有差别，千差万别。就是比方这个大地所生的兽木药草千差万别一心法中生长的一切众生的千差万别的差别相说不能尽的，这些所生之法是有差别，能生的大地无差别，
那么这就说明啊，愿能生所生，显示无差而差，大地无差，众生的现象千差万别，有差。上次这段文是说过的，现在因为要接下文了，大概的说一说。其次说到愿能润所润，名无差而差，能滋润的雨水，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所滋润的就是三草二木，大地生长的这些草木，由雨露来滋润它，能润的水呀，一雨所润，没有差别，比一时。所润的三草二木千差万别，这就是比全，这个比三全、五圣、七方便，统统包含在里面，都有千差万别，那么可以同证实相，那么同可以证到无差别，这就说明无差之中有差别。经文，密云密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等住，其则普甲，会木丛林，几株药草，小根、小根、小枝、小叶，中根、中根、中枝、中叶，大根、大根、大枝、大叶，株数大小，随上中下，各有所受，因缘所遇，趁其种性而得生长，花果复实。这一段就是愿能润所润，说明无差而差。因缘所下的鱼，没有差别，大小受木受滋润有差别，那么无差比一时，有差比全乏。密云密布，显示这个天空要下雨的现象啊，先来个好多好多的乌云啊，天鹅鹅为老虎哦，天黑黑的，天鹅鹅啊，那么就是密云啊，密啊，显示这个云都是黑色啊，很黑啊，很周密的把这个太阳整个遮住了，整个遮住了，密云遍布在天空之中，迷就是遍了，遍布在天空之中，好像是周遍盖覆于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说有多大的地方要下雨呀，这个密云就盖了那么多大的地方，云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下雨了，等到这个密云遍布之后啊，就同一个时间，在密云的这个环绕的环境之中啊，同时下雨，一时等住，住从空而下的雨水，同一个时间，从虚空中下了很大很大的雨，那么这个雨没有差别，其则铺甲，整个大地呀、都蒙到润泽，都是满满的充润到一切，那么这个大地上的桧木丛林，所有的药草，无论大小，乃至兽的大小上中下，通通都各有所受，一云同一个密云所下的雨，所雨啊，趁所有的趁其种性，药草的各种种性大小不同啊。但是呢，耳的生长有这个雨露的滋润呐、它们都能生长，那么由此开花结果，都成就结实了，有花有果，这是比方，密云密布啊，显示佛的深密，深轮不是一话，佛出现时间要说法了。坐在法座上，那么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呀、这就是佛的身相，
普现在一切众生之前，只要有缘闻法的众生，自己都看到佛在他的面前。啊，《华严经》里面说啊，佛成佛之后，他应机说法，每一位每一个众生啊，有缘众生，他所见的只看到佛就在他的眼前，佛就在他的面前。所以华严的七处八会、七处九会说法呀，不离普光明殿，上升陶立天，上升兜率天，上升他化自在天，各地方说法听众都是满满的，而每一个地方各个看到佛在那个地方说法，佛升到陶立天去了，而实际上人间的普光明殿呢，大众还是围绕在佛的身边，还是看到佛在那儿说法，这就是所谓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了，只要有缘可以得度的众生，佛的声轮不思议化都现在他的面前，那么同时都见到佛的这个慈悲的身相就在他的面前，那么这就好像佛的大慈等应呢，普应一切众生，大慈悲心普遍的遮应一切众生，好像那个偶魂呢，黑黑的乌云就是比方佛的大慈普应啊。后边的重诵里面呢，还有打雷的，雷声圆整呢，那么就是比方佛的口轮不思议化，就比说法，生密啊，就是遍在众生之前都看到佛身，口密每一个众生都听到佛说法，口轮不思议化，处处都闻到佛说法，所以下文说一时等住，七则扑伽，一时等住就是同时在各地方同时说法，那么说法就像下雨了，下雨就是比方佛的口密说法，密是秘密那个密，这个密啊就是众生不了解佛为什么能够这么齐啊，在各地方同时说法，密在众生边，不在佛边，佛没有密，佛都是公开的，就是众生看着没有办法了解叫做密了，所以叫做口密、身密、意密。一轮见机鉴定众生根基，该说什么法，那么使众生得了解、得开悟、得成就，种善根，使善根成熟得解脱，都能够随众生的根基而显现说法，使他得到大利益，七则扑伽，这是说明啊平等受任，每一个地方说法听法的众生都是同样得到大利益，好像这个雨下来呀，所有的草木都得到平等滋润的情况一样，那么这就说明在佛心中啊没有分别，没有差别，佛平等说法来利益一切众生，可是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呀，个个听到不一样的，小根人听到小法得到小益，大根人听到大法得到大益，各个不同，所以桧木丛林几株药草啊，它的滋润情况不同了，小根、小根、小枝、小叶，这都有表法，根比信心，比信心，以信为根，假如没有信心，佛在眼前说法你也听不到，你也不可能接受，所以以根来比信心，小根就小圣根性的众生呐，他有对于小法的信心，他绝对相信佛所说的声闻的四谛法，知苦断集、目灭修道，他绝对相信，这是他的
小肾根性的性根具足。那么性根具足闻法之后啊，必定要如法修行才能得果的。所以这个小根由雨露滋润而生长，而至开花结果。那么生长的时候，小的树根、小的草根生起来的就是小根子，啊、小根子落在地面上的那个头一段的那个草的草身呢、啊，啊、小根子，啊、那么然后再开枝，啊、分开来的这个草枝、瘦枝一枝一枝分开来，那就是枝，啊、那么枝。末端都有叶，啊、那么这就是一棵草、一棵树的这个全体了，啊、有根、有根、有啊、有枝、有叶，这是一定的，猛滋润了才能开花结果了。那么这个根呢、啊，比叶，比持叶，啊、根上来最重要的就是先持叶了，啊、不管你是在家的三皈五戒。啊、乃至出家的沙弥十戒、比丘250戒，以戒为根本，所以无论是草木，都以树干为根本，啊、草的那个根干子为根本，啊、那么由这个根呢、啊，它才能够开枝发叶啊，所以有戒啊，才能得定开慧呀、啊，啊，所以受之必定。小枝那个枝，枝比定，啊，叶比会，比界定会的会啊，啊，所以根、根、枝、叶就是比作性、界、定、会。众生闻法之后啊，都要具备这个条件呢、啊，才能开花，才能结果。所以后文说的花果复实。那么就是蒙滋润以后长大了开花了，那么有花必定就有果了，所以才会花果复实。小根人闻小法生信心，持戒修定开发智慧，然后断烦恼了生死，啊、嗯，那么证阿罗汉果，这就是花果复实了。中根中根中枝中叶，这是指二圣啊，前面的小根呢、啊，就指小药草，小药草，小药草比人天，人天圣，啊，那么这个如果有些众生呢、啊，他不想出三界，你如果跟他说这个出三界的出世间法，他不能接受，他不想出三界，他只希望能够生在人间天上，那就够了，啊。那么对于这类众生，佛随顺众生啊，应机说法，只好方便叫他修人间的戒善，啊、三皈五戒十善，啊、以三皈五戒十善法来做人间的根本。所以小根就是小药草，小药草也有它的三皈五戒十善法为戒，啊。那么要升到色界天，也要四禅八定，啊，要就是要升到这个空居天的欲界天，也要味道地定，啊，那么就是要升到陶立天，也要由这个十界的上品十善，啊，上品十善才能够得生，所以这都是属于定的，不过善门，啊，那么味道地定以上是完全属于定门了，那么就是四定四禅定。那么然后有这个果的成就啊，才能升到天上，或者是纲常五戒具足生在人间啊、那么虽然不是出世间的智慧啊，他也要有世间的智慧才能修戒善啊、才能修禅定。假如没有世间的智慧也不能成就的，没有世间的智慧也不了解这个戒善之法啊，所以这个能够了解五戒十善，能够了解四禅八定的修法，那么这都是世间的智慧，由此能够成就。那么这就是小根等比作人天圣，啊，最普遍的五圣共法人天圣。
中干就比作二声，声闻缘觉啊。那么他们无论是在家出家，都必定要啊受戒啊，尤其要证阿罗汉果，必定要出家啊，持这个出家戒，然后啊才能修这个九次谛定啊，观念宣修啊，那么然后啊才能开发这个断烦恼的智慧，所谓八忍八支啊啊，前面讲过的这个观四谛法，观八忍八支啊，那就是声闻人的智慧，如果没有这个智慧，他也没有办法断烦恼，也不能超出三界，也不能证阿罗汉果，所以这就是他的中业，就是慧啊。根等四种比性界定慧道理相同，只是他是出世间的三圣共法，能够超出三界而证到最高的境界，是声闻阿罗汉果啊，圆觉比之佛国，这是比二圣。大根等，这是大药草，就是上的药草，比较大的啊，大的药草就比菩萨啊，这个菩萨呀，就是比这个藏教菩萨，好像藏教的菩萨，现在这里是总比指菩萨啊。那么配合后边的大寿小寿啊，以大寿比别教菩萨，以小寿比通教菩萨，那么这里的中大根呢，就是大药草，比作这个藏教菩萨，就是戒律菩萨的顿根。那么他也要修四六度，六度里面就有戒啊，持戒度啊，那么也要修禅定，那么就是他的大支啊，那么也要修这个出世间的三圣共有的智慧般若，然后啊才能够趋向于涅槃啊，那么一直到上求下化，那么这是大业，就是出世间的智慧啊，由共般若到不共般若啊，那么这是比藏教菩萨。诸寿大小是比通别两类的菩萨啊，小寿比这个通教菩萨啊，就是戒律的立根菩萨，大寿比别教菩萨，就是界外的这个顿根菩萨，就是别教菩萨。为什么不比圆呢？圆是一时，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是属于无差之法，没有差别相，所以圆教含在一时当中啊。那么现在是显示差别相，那么差别相别教以下才有差别相啊，所以只比到这个别教菩萨。这些七方面的众生啊，人天二圣藏通别，这就是七方面，人间天上两了两个了啊，声闻缘觉四个，藏通别菩萨七个，这个叫做七方便啊。这个七方便的众生呢，各有所受，在他所有蒙佛的法的滋润呢，法语的滋润呢啊，各个所受的情况不同了，大受受润多，小受受润小啊。那么小草的受润当然是更小了，那么这就说明啊，一缘所雨，同一个密缘所降下来的雨呀，趁众生的根性，趁其种性，这个称字啊，就是看作这个啊合符啊，适合众生的根性，就是念作趁啊，趁就是适合众生的根性啊，适合七方便人众生的各种根性啊，那么蒙他滋润呢，那么所润就有千差万别了，这个种性差别啊，而自然各的生长，那么开花结果，华就是花，夫就是开啊，实就是果实，那么人天圣依法修行，从因得果啊，生在人间天上啊。二圣人知苦断集，或者是无明灭行灭，由此证到阿罗汉比支佛的声闻缘觉的果地。菩萨努力进修，由此转入圆教，而成为究竟佛国啊。那么各个所受的滋润情况不同，
各个都的生长啊，这个滋润接受的滋润大小不同，这就是差别。雨只有一种，缘也只有一种，就是佛的大慈悲心平等，没有差别啊。一缘就比佛的慈大慈悲心，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嗯，与众生就近的离苦得乐。站在佛的立场啊，他没有差别，他没有分别，平等爱护啊，接引一切众生，度化一切众生，没有差别。差别在众生，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啊。你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啊，来接引八万四千不同烦恼的众生的根性，所以众生的种性有差别啊，就是过去所下的种子，现在蒙润得到的这个成熟结果的解脱情况各个不同，那么这就是有千差万别了啊。那么上面这就是说明啊，无差而差，比即时而全。雨露与大地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时方啊，而滋润所生不同，那么就是权巧方便，千差万别啊。所以华严经说不但是这个众生的见地，不但是三圣五圣呢，甚至无量圣啊。那么以众生的根性差别，那么度化的方法也就千差万别了，那就是差别相。后边的经文，明差而无差，比即全而实。不要把全跟实分开，全的当体就是实，实的当体就是全。这个道理拿这个金子来比吧，好像用金子去造一切的相状，把金子去造成佛像，那么这是佛了；把金子造成狗像，那么这是狗了。无论它是畜生道的狗像，或者是佛法界的佛像，这些十法界的千差万别的差别相啊，同一金体，体是相同的，个个都是金，所以如金作漆呀，器器皆金。用金子来做一切的器具，每一种器具当体都是金。你站在它的体看，没有一法不是金。你站它的相看，那就千差万别了。金体比一时没有差别啊，而这个所有的千差万别相，当体就是一时，就是千差万别的假象。十法界的相，那么都不处于一时，所以就在全法当中啊，显示一时之理。全的当体就是实，所以叫做显示全的当体就是一时，即全而实。经文说，虽一地所生，一雨所润，而诸草木各有差别，啊。差别说它的受用不同，千差万别，但是所滋润的雨露是相同的，滋润的雨露相同的啊。既然所滋润的雨露相同啊，那么为什么会有差别啊？那么因为众生根性差别啊，不是雨有差别，雨根本没有差别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是中根人，他们在前面所说的性洁平，他自己所领悟的呀，只在这个千差万别的差别相当中的一种，差别相中的一种啊。说是说对了，只是说到差别相的一种，而他还没有完全体悟到一切法当体就是实。即那个差别相的当体就是一实，这个种种草木所有的滋润不同的千差万别相啊，可是他没有想到都是同一雨所润呐，能滋润的雨是相同的，那么因此啊，站在中根人的灵界，
它只是以最钝根的声纹做标准，啊，这个最钝根是指的中根的钝根了，啊，从华严到欧含到方等到般若，现在到了法华会上，啊，才会全归实，会三归一，啊，必定要经过这五个阶段呢，才能够得到利益，啊。那么这只是站在中根人的立场来说他的得意，所以这就所谓别五十了，固定的别五十啊。那么因此这个宋朝的孤山智圆禅师啊，他奏成一首偈颂说，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盘共七年。这是完全根据前面的性结平啊，中根人，而且是最钝根的经过的阶段，他有所有的修行经过的历程而定下来的情况，这是中根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啊。那么也是只是中根而已，上根与下这个下根啊都不一样了，何况是佛的平等滋润呢？他更是没有办法了解了，那么因此佛用这个药草玉瓶啊来说明啊，你所说的固然说对，对的是对在你当体，你本人，站在你中根人所领悟的境界，就是这样，我们丢了就是安呢，哦，但是你应当要知道，在佛口不是这样啊，佛不是说哦，我现在在讲念讲华严经啊。我是度这个上根人啊，我只有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可以来听啊，你们声闻人来，哎，不行不行，你们不能来，现在我不是度你们啊，你要再来冲上位洗干净要不要搞，佛不是这样，佛没有这种分别心啊。等到阿含时，哦，阿含十二，这个十二年讲阿含经，那么我专为声闻人说法，讲阿含啊，讲四谛啊，讲十二因缘啊。那么如果有大圣根性的人来，哎，你不能来，我现在不是为你们啊，我专为小根人说法的，哎，你们这些大根人呐、啊，你等等吧，那么前面讲华严你为什么不来呢？闹成这个笑话啊，在佛说法绝对没有这个分别，不是这样子啊。那么等到小根成熟了，证阿罗汉果以后了啊，要他回小向大啊，在方等会上谈篇直小探大包圆，那么你们都要回小向大，那个时候说的方等教典大乘佛法，专为小根人要他回小向大吗？也不一定的啊，也不是在那个时候就不说小乘法了啊，碰到那个时候的小根人来，哎，你为什么不早来呀、啊？那我讲阿含的时候正是度你们嘛，那就是给你们吃的好东西呀、啊、可是你为什么不来？这个时候我说方等了、说方等不是为你们呢、啊、你们来做什么？来种下嘿，哦，就变成这个笑话。佛说法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应机说法，什么根性现前现前就说什么法啊、这就是佛的三轮不思议化啊、众生看不到，在佛啊、应机说法呀，随时同一个时间应千万种的众生根基都是可以同时说法的啊。那么在我们看起来根本不了解，所以藏经里面有好多缘起相同啊，内容的法义大小不同，这种情况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站在小根人听到的当时佛说的法，那只是小法，举一个善身经就可以知道了。阿含里面的善身经，那只是说拜六方，把这个世间法的六方父母师长把它比对起来啊，那么只是说人说这个做人的方法，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升天啊，里面呢根本就没有提到大法。可是由婆塞戒经的缘起相同，刚刚讲过不久的这个由婆塞戒经有气卷呐 啊它的缘起完全相同，可是它里面的说法不一样了，它把这个六方比作六波罗蜜，不是持戒，这是大乘菩萨道，是菩萨法，
那么后边所说的都是菩提心、大悲心、解脱道啊、那么上求下化的菩萨法，一共28品，那么同样的缘起呀、众生所见不同，这个原因就是众生的根性不同啊。在当时同样的缘起之下，大根人所见的就是优婆塞戒经，就是优婆塞戒经所说的内容；小根人所见的只是阿含里面的善生经、六方礼经、善生长者子经这类的，那么又像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缘起与摩登伽经完全相同，这个摩登伽女与阿难的故事，我缘起完全相同，可是内容不同了，内容不同。摩登伽经顶多是把摩登伽到了结果度缘以后，使他证阿罗汉果，出家证果而已，那么完全没有10卷的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的内容。那么这就说明啊，摩登伽经完全是小根人所见的境界啊，所以里面没有大法。首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大圣根性的人所见的境界啊。因此众生往往喜欢呢、以凡情测圣智啊，用凡夫的眼光去测量圣人的境界，由此那么他看到这个不同的情况啊，往往就升起一种不信念的情况，由此就加以诽谤，哦，大圣不是佛说的，这个不是佛说，那个不是佛说啊，挑来挑去，最后连阿含也有部分不是佛说，问题就更大了啊。所以现在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这种现象很普遍啊。那么所以这就是因为他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站在凡夫的之间，那么升起这种分别心，才会升起这个谤法的过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所以我们应当要良心，那么这些法如果不是佛，怎么能够说得出来？假如后来的菩萨祖师能够说得出来，那菩萨祖师要胜过佛了。只有普通一般世间的，例如科学之类、哲学之类，往往有后人胜过前人，后人推翻前人的学说，有这种情况。佛法绝对不可能的，佛法万古长新，永久如是，佛是一切智人，他说出来的法呀，绝对后人没有办法超过他的啊。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有绝对相信大乘佛法里面那些很特殊的境界啊，都是佛大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只能两信，两目佛菩萨的圣德而加以深信他的这个种种的殊胜境界啊，你不能因此而生起诽谤啊。从前唐老师说得很好啊，他说释迦牟尼佛说法也不是像我们现在说法一部经一部经的说了一部再一部啊，佛说法应机说法，那么这个听的人必定很多啊，他们结集下来的情况不一样，绝对不止在王舍城的七月窟的这个500结集而已，每一个人听过之后，他都可以以后都可以把它传下来，都可以笔记下来，那么因此各个自己私人的结集啊，恐怕是有千万之多，绝对不止500结集。那么你因此指定一个500结集啊，那是很大的错误的。所以大乘佛法呀，是各个那些大菩萨们听下来的，自己笔记下来的啊，那么都是佛说，只是在当时不普遍流通而已啊，不能因此而生起诽谤，造起这个大业障来。所以啊，我们要深信一切都是真正佛说的，只有活佛一时相应，都是佛法，不要谤法啊。还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他们站在学术立场来研究教理的，我们不要去过问他，
以我们以佛法来修行的方式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学佛以研究理论不同的。他们研究理论呢，就是好像这个去打仗用的枪，他们研究理论呢，他是拿这一把枪来研究，哎，这一段是从什么地方造的，这个枪是哪一个工厂造的，是什么人设计的，是不是他的，是不是仿冒的，那么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统整个把它拆开来好好的研究一下，可是他只是研究这个枪啊，研究这个武器啊，他没有去下功夫去用呢。我们学佛呀，我们是哪来对敌打敌人的，不要管他这个是什么人造的，是真是假，只要这个利器能够把敌人打垮就行了。我们是目的是在断烦恼的，只要这个能够拿来断除烦恼，就是佛法，就是佛法。你不必去了解那个研究学问的那些学术家，他们研究这一部经什么时候造的，谁造的，这个不必听他，不必听他。他们是研究那个武器的来源，我们不是研究武器来源的，我们是要真正的拿来受用的。《涅槃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比方，有人呐、被箭射到了，射在这个身上啊，那么旁人看到，赶快要把它拔起来，要把它敷药。他说：“慢，你不要拔起来，为什么？”他说：“我要看这个箭从什么地方射来，啊，我看这个箭呢是多长，射多深，我好好的研究一下再拔。好了，等到你慢慢拔，里面毒已经发了，呜呼哀哉了。”我们学佛修学佛法，当然不能用这个慢慢拔剑啊，慢慢研究这个剑从什么地方来，不能用这个方法。等到你研究好了，已经呜呼了，还没研究好就呜呼了，啊，鼻子就没有气了啊。那你想要修行，等到研究好再修行啊，那完了，那你永久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所以我们真正要学佛，只在这个下功夫，这个方法能够使我得到断烦恼了生死，这就对。这就是佛法，所以后边经文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自是因缘，自生事业，不离佛道，何况是这些大法呢？所以我们要绝对相信这个能断烦恼之法，不要听那些学术家研究学问的方式啊。现在变成了那些修行的人也在研究剑的来源。也就在哪里下功夫研究这个武器是从什么地方来，是谁造的，是真是假，它的功用多大，很大的错误，学术归学术，他们研究他们的，我们不受他的影响，我们修行归修行，要明白这个道理，对于佛法呀，才能得到真实利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次。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节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人才的，刚才我们这帮子把真的是现在你把他接到找阿松，给什么的让你说你们的我带个电话的了，做人也不接，这是那个先做了三个档，他当年考什么档，哪档级能考这个去他们去，刚才先出去把人也去，先出去把人也去，先出去的那个先那个夸口子，那个先不哈那个那个哈口子，这啥都真的打哈口子，这里的娘子人当当啷啷啷就是啷啷啷就是白天的，这里啊。让个让个把地顶过来，拆迁拆迁让那地，拆迁拆迁让那地，让你让点把地不，他偷你有了地嘛，都要么的，这就多人要过去了，哪里说不定多人的拆呀要么的，这下火头的哦，干的什么哦，哪里说不定嘛，讲讲些很多什么，这里下火头的，这里住下火的，这下火个哦，哪里说不定嘛，都干样嘛的，哦，地上的不要过多，地上的还是。给他忙完了，多大几年子就把他给你掐掉了，他就把啥话都给了。别人我到个他，说不中没完，两米铁柱又把他给了。多了的，他上帝国，上帝用的身体，掐工的得学过的，上帝主那我的也是，身体掐工就学的，两多就把掐掉上去了，可有的。第一到了内陆就搞错过的，第二里说不定嘛，你那马的扎你了嘛，第下过了出下过了的。这里卡卡里说嘛，这里哈火头个嘛，这哪里说的嘛，这咋去摸的？这俺那俺们这么一点子送过来，这那个多大个这个上路单啊？但那个我们听讲有没呢？俺哪里说的嘛，现在那个人民真的都过来个打击交给我嘞，这里渠道通的这那个民大民子。佛法利益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Dobro, dobro, dobro, dobro.